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是表达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一般认为是从华严经中概括出来的，字面意思是不忘记最初的那份心，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份有始有终的完整，不忘初心才会找对人生的方向，坚定追求，抵达自己的初衷。初心是什么？是孔子居之不倦、行之以忠的为政之道，是包拯清心为治本、直道是深谋的为官箴言，当然也是我们年少时笔记本扉页上的人生理想。初心纯洁、热烈、美好，它是人生起点的希冀与梦想，事业开端的承诺与信念，铅华浸染时的恪守与坚持。您了解了吗？